来个大辣片，蘸点辣椒油。哦，得有两米多长吧。来个大羊脑，上面辣油，里面全是肉，继续挑战生吃海葵，我就不信咽不下去，拼了啊！完了，我嘴麻了。来个大钳子。这个白色的是它的血液啊，把它给抠掉。淋上点红油，撒点辣椒面，上料。太香了，爆头还是爆腿，老铁喜欢哪个点哪个，我来爆个腿。